看看翠雨赫莫二技能在战斗中的表现。至关于我们非常熟悉的速度敌人，伤害非常高，我记得重装要开技能才能勉强扛住的。翠雨赫莫的二技能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强力的庇护效果，刚好适合在这种场合保护队友。好，一期武林哥来了，先锋的小身板能扛住吗？我们开启技能，技能期间翠雨赫莫的攻击速度提升提供可观的奶量，并且这个无人机可以让周围的队友享受更强的第一天赋庇护效果。在强效的庇护保护下，可以看到先锋也成功挡住了一击武林哥。啊，这个保护队友的效果可谓是非常强力了。并且这个无人机是可以在全场任何地方部署的，有时能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支援效果。好，这关绝境作战的冰刀哥大家印象都很深刻，冰刀哥可以对冰冻组的单位造成极高的伤害，如果干员不小心被冻住就很容易减员。这种时候可以试试翠雨赫莫的三技能，技能期间呢攻击力会提升，然后转为治疗，第一天赋的庇护效果也会获得增强，提供可靠的生存保护。那这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技能，可以比较好的覆盖高压作战的时间。哎，干员被冻住了，这里就是技能特色了，可以看到翠雨赫莫为濒临退场的推王提供了一次锁血机会。那锁血触发期间推王的生命值在一段时间内就不会低于一。原来如此啊！由于锁血的保护，推王即便是被冻住了也没有被击倒，撑过了这段时间。这个效果在危机关头有时会很关键，可以一定程度上为整个队伍提高更高的容错啊。不过要注意，这个技能在一场战斗中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，可要记得仔细规划使用时机啊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吗？这里有急救箱，请用这个。